小朋友好，这节课呢，我们教小朋友画扎皮，准备三种颜色，白色的、黄色的和灰色的。好，我们先用灰色的。好，我们先画扎皮的杯子。其实我们今天主要是画一个扎皮杯。扎皮杯，再画一下。哦，有点像个耳朵一样，是吧？然后扎皮杯呢，它还会有一些，然后扎皮有啤酒的泡沫。好，我们简单画一条线，然后我们画。它有一些棱，好，简单画一下。好，把它这个纹理画一下。皮杯的纹理，短短的一条线，然后呢，这条啤酒泡沫要出来了，好，啤酒沫，然后呢，我们画黄色的部分。因为这黄是上面的，都是泡沫，对吧？因为这油画棒没有那么强的覆盖性，所以说呢，你即使画这个，它也不会把它的纹理覆盖掉。可以打个图啊，但这个杯子把上肯定不会有啤酒，对吧？啊，然后杯子底儿其实是特别厚的，我们再画一下。好，然后呢，它会有很多的泡沫，我们点一下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涂一些白色的。白色涂上它这些点点，它这个感觉就会好得多。
吧。这样的一杯扎啤就画好了，这节课就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再见。